我们想制造一些模糊的氛围感，看着啊。来，最后给大家看一下出来的图，只有他崩掉的眼神，但没有任何的晃动。那下次要看这个手法，我满意。再来来，晃动吗？我晃，哇，你也可以晃一晃。我绷住，不要笑，要把它晃晃晃晃晃。来，三、二、一。上半身侧写，再来两个。来进行一些唱。你不忘了，我要清晰的。好吧。感受到了吗？感受到了。好吧，最后一张。너무나오래기다린순간별은하나씩好神奇啊，你看설레이你怎么现在这么小，你看他都跟我交流呢，他回应我了，你看到没？没有，怎么回应呢？好吃吗？他说一般。我说要不要把我的吃的拿给你吃一点呢？他说不用了。他说我吃了会掉毛。我说你意识还挺清楚的，你回去交给我抱吧。他说行。给爸爸远程交了个好朋友。你怎么学猫叫这么小？我有一些技能，学狗叫也行。你要听一下。小时候特别像，现在这个蚊子叫粗壮了一些。这个蚊子是吃翔了，压了。嘎嘎嘎！哎呀，压那个是怎么的？你这个动作像猪八戒。你知道小时候我就是因为这个东西和蚊子叫，吸引了初中的时候吧，一群同学要让我听，要听。还有什么同学？